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51面651面第一行，从当中看起从七种习戒不净从这两看起这个上面呢是十一论里面讲第七种种子、受身、住处、摄担、粗身、举体、究竟这个七种都不干净都是严重的染污，故于自身及他身，实无可乐之处自身他身都一样都离不开这个七种。纯苦无乐，理应厌离前面我们学习到此地应该要厌弃，要远离故下云宜自决断宜是应当，自己要有决断决是下定决心，断呢是斩断恶因这个恶因就是下面所说的心垢垢就是不清净慧疏曰贪嗔痴为心垢，反之为三善不贪不嗔不痴，这叫三善根贪嗔痴，佛在经上常称之为三毒烦恼，是所有一切不善的根源，就是贪嗔痴学佛的同学都知道自己业障很重，不学佛的时候不知道，学佛的时候晓得我有业障这个业障多半都是讲的恶业，不善的业，不仅这一生，过去生生世世累积的这个业障，你说有多深？不认识，不知道，那是一点都没办法。学佛这才知道了，这才认识了认知之后怎样把它断掉，你就得佛法真实受用经常讲的真实之力你得到了，真实的智慧你开了业障除了就开智慧业障要在智慧就不见了，智慧是本有的，所以业障这个业把智慧障碍住了，把你的能力也障碍了，把你的福报也障碍了，这个麻烦大了啊！迷惑颠倒，还不断在造恶业啊！那将来的果报呢，肯定是三途。那三途机会通通有，那就专看了最后一念，这贪嗔痴哪一个强？如果贪烦恼强大，力量很大，就把你牵到魔鬼道去了。啊，嗔恚力量强大，就把你带到地狱去了。啊，你到哪里去投胎，是决定在最后一念。所以，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这个人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关系最大的是最后一念呐。平常念佛，就是希望最后一念不要忘掉。原因在此地啊，怕平常不念呢，最后这一念忘掉了，去念别的去了啊，念五欲六尘，那个麻烦就大了。五欲六尘就把你贪嗔痴慢带起来了啊，这又去搞轮回了。啊，在现前，我们所遇到的灾难严重了，五毒后面的两毒啊，古人常常把它省掉了，啊，特别是中国人，印度人不会，印度人不怕麻烦，中国人喜欢简单。贪嗔痴慢疑，只说前面三个贪嗔痴，五毒啊，傲慢不能不提醒呢、啊。傲慢不是好事情啊。啊，孔子都说过。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周公是圣人，才华出众啊！圣德照世啊，佛家讲照明世间。啊，这样的圣人，大圣人，孔子一生最崇拜的、最佩服的，啊，孔子也非常想跟他学，啊，但是语言不成熟啊，这个我们俗话讲啊，福报。孔子没有这个命啊！啊，换一句话说，他学不到。如果有缘，很可能学到。啊，周游列国，去寻找这个缘。啊，10几年在外面访问。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肯用他，接见他，啊，跟他谈的都很佩服他，没有人用他，这就是命里头没有官印了，啊，人不能不认命啊，命里头没有官运。 只可以做参谋、做顾问，这个行啊，没有实权的，人都要认命啊。孔子命里头没有官运，也没有财运啊，所以一生物质生活也很勉强。 啊，真是一个清寒书生啊！啊，他说，假如像周公治才之美，这人怎么样呢？他傲慢，他骄傲，啊，他自以为是，他自大，啊，轻慢别人。 夫子说：“这个人就不要提了，假的不是真的，全是假的。”这句话了，特别值得真正念书人去反省。啊，我有没有自大？我有没有嫉妒？我有没有好胜的心？ 有没有想出人头地？如果有这些念头，这不是君子，在儒家讲小人啊？为什么呢？叫缺德了，他没有德啊，有才没有德啊，有才没有德。 这个人一生所作所为，不是善业。他行善一定与自己有利，有名有利。如果没有名没有利，他不会干的。啊，也就是说，他所作所为的标准是名利，符合我的名利我做，不符合我的名利不做。 再好的事他也不做，啊，那么他一生所造的业了，最后是非常有可能堕三恶道啊！只顾眼前的小利，不顾以后的后果啊！这不是聪明人。 不是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不看现在，看未来。啊，现前的这点厉害不微不足道啊，要看后果啊。啊，人道是善恶的一个枢纽，空间不大。 时间不长，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也长。啊，你看这个四方天，啊，这是上去第一层的善道。啊，四方天的一天，人间50年，寿命500岁。 啊，跟我们算法一样，一年356天，啊，365天啊，一年，但它一天呢是我们的50年，那福报大了。那再上去一层忉利天，那更大了。忉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 他的寿命是1000岁，往上去倍倍增加。啊，那你就晓得夜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200年，寿命2000岁。再上去斗率天，弥勒菩萨住的地方啊，那个地方一天我们人间400年，400年是人家一天。 啊，寿命是4000岁。啊，所以弥勒菩萨要在那个地方寿命到了，他才来下生，到我们这个世间成佛。释迦牟尼佛的时候算起，算到他下来时间多长呢？56亿7千万年，弥勒菩萨才来下生啊！ 啊！现在有人说弥勒菩萨已经来了，是错误的，没有这个道理。啊，释迦牟尼佛绝对没有妄语，所以你看人道啊，就真的就好像是个枢纽一样，善恶当中。啊，但是人道特别可贵。 啊，它能够让你选择善恶，那善恶道的时间长，啊，恶鬼道，鬼道1天是人间1个月，人间1年在恶鬼道12天，啊，所以祭拜鬼神，你看供养初一十五，那就是供养他早餐，供养他中午午餐。 啊，他1天是我们1个月嘛。啊，地狱道，地狱很多种类，时间都不相同。最少的，李老师以前在大专讲座里面讲这个地狱，啊，寿命最短的1天呢，地狱的1天呢。 是我们人间2700年，中国人号称5000年的历史，在地狱不到2天。啊，这些全是事实。你要是明白之后，你就晓得人生这个非常短暂的时间是一个抉择点，我们是选择。 天上还是选择下面啊？天上要修德行啊，要随着自己的欲望搞名闻利养、贪嗔痴慢，那是下面。这能干吗？啊，选择当中还有一个无比殊胜这个地方。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你在这一生也能够决定去得了。人生难得了，人生比什么都可贵呀！天上人间最可贵的，得人生闻佛法，遇到净土。 啊，那你的缘算是圆满了。千经万论，佛给我们说了一句最真实的话：“一切法从心想生。”这讲绝了。啊，佛法是法，天上人间。 由心想来决定。啊，你想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想佛，你就成佛；想菩萨，你就成佛菩萨；想天，你就能到天人；想贪嗔痴慢，那就是三恶道。啊，想的天天想着贪，那是恶鬼道。 那是想鬼道，天天嗔恨，啊，想报复人，想害人，那是地狱。正妄、邪正、是非没有能力辨别，这叫愚痴。愚痴是畜生。一切法从心想生，太重要了。这个道理要牢牢的记住啊！今天是我们有个选择的点呢，我们要有智慧啊，要有能力去选择啊，最聪明、最有智慧的、最有福报的，选择做佛去啊！所以真的断我修善，就从心垢上下起下手要把贪嗔痴慢疑断掉用什么方法断？净宗有最妙的方法，就是六字洪名南无阿弥陀佛，就把它断掉了不起念在意，起念这个念就是阿弥陀佛，无论是善念是恶念，通通归阿弥陀佛第一个念头善念起来了，哎呀，要替众生做的好事，要修养道德，南无阿弥陀佛，归到阿弥陀佛去。起个恶念去追求名闻利养，回归到南无阿弥陀佛。不能把念止住，念要止住了，你是圣人，你不是凡夫。凡夫是决定没有办法把念头止住，只有换得快。第一个念头起来了，第二念就换成阿弥陀佛了。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念头，不准它相续。只有阿弥陀佛相续其他念头一起来了，马上就断掉了。这什么？这叫慧念佛，这叫真念佛佛号念念相续，其他的杂念只许那个念头冒出来一下，它就没有了决定不准它相续。这个方法用久了，功夫就得力了开头凡事都是开头难开头为什么难呢？妄想杂念这个习气，无时间来养成。他起来佛号忘掉了，不是不想换了，忘掉了，就让这个妄念起来他就起作用了，就造罪业了。到造罪业，忽然想到佛号不算迟，什么时候想到多好，慢慢训练，越快越想到越好最好是能第一个念，第二念就是阿弥陀佛，这最好的开头。佛教导我们求根本质啊！求根本质就是修戒定慧，因戒得定，因定开慧，那个慧是根本质。 那个会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起作用就知道了。其实根本没有通过思考，别人提个问题，你随口就解答了，智慧的解答。那什么呢？根本是起作用，起作用你知道。 不起作用，般若无知，那是根本智。起作用呢，无所不知。没人提问题，不知道啊，一提问题马上就出来了。这不是知识啊，这是真智慧啊。 下手修学入门，世尊为我们实现的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呢，他不上不下，上上根人，所以说一闻千悟啊。 像六祖慧能大师那是上上根人，他不需要学的，他一听马上就觉悟了，他就明了了。这种人少啊，太少了。下愚之人，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他一生不缺，一天到晚念。 念上几年，他自知识知，他真忘死了。对，下根人，上上根、下根特别好度。下根听话了，老实啊，真干了，这两种人一遇到经宗，没有不往生。 肯定往生，果报无比的殊胜，当中就麻烦，知识分子，你要说他懂吧，很有限；你要说他不懂吧，他知道的不少，他的思想非常混乱，而且一般都会带傲慢，什么？ 不服别人，这文人习气，自古以来读书人的习气，好胜喜欢给人辩论自信心很强，好胜心很强。 不服输中国人所说“文人习气”，这个习气对修行来说是最大的障碍。交给令。 有连带关系，令是吝啬。文人懂得很多，教人不肯完全教给你，留一手。为什么呢？怕你超过我。他不能不防住。啊，这也是自古以来呀、平常的习气。德行先说，学圣贤人，学的不像，通通都是这个原因。《了凡四训》里头，了凡先生看人，他就看这一点，看这些读书人。如果这是读书人对待人，对待不如他的人，他都很谦虚，很恭敬。了凡先生说，这个人去参加考试，一定考中。他一生看过那么多人，他说考中的几乎都没有说错，都被他说准了。他不会看相，他也不会算命，为什么看得那么准确？谦恭是德了，这个人有德啊，祖宗有德，自己有德，哪有考不中的道理？能不能考中不在学问啊！中国古书里头所说的命运占 70%， 你的学问只占 30%。 学问再好，品德不好，考不中啊！于敬义遇造神记，同学们也很熟啊。于敬义参加多少次考试都没考中。真有才学啊，书念的真不错啊，一身的习气，一身的毛病啊，还算他有一点良心，灶神王爷救了他啊，他遇灶神记，灶神现身说法了，把他的毛病习气一样一样说出来，他承认，改过自新，然后再参加考试，就考中了。他考中了举人，考中了进士，但是已经老了。一生的机遇，一人心灰。只想过个平安日子就好了。名闻利养一开都放下了，从事于教学、教私塾，这些都是现身说法。教导我们我们今天遇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过去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社会混乱，地球的灾变，科技文明没有带给我们的安乐啊，带给我们的是威胁，身心不安今天人类最大的威胁，虽然没有表现在面孔上，每一个人心理上都有很深的感受，核武战争、生化战争这是毁灭地球上生命的战争啊！所有生命都会在地球上消失。 我们这个时候自然就意识到了，中国人有聪明智慧，为什么不向这个方向发展？现在完全明白了。中国人如果说是在几千年前就向科技发展，地球大概早就没有了。 那么，我们真正细心去微细来观察，深深去体会，我们就发现科技不是一个好东西，可以不需要，让人类过一个安定。 成品、幸福美满的一生啊！我们古人常讲的，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生活，那个多美呀！现在没有了啊！现在没有了，没有这种心情了，诗情画意。 心是平静的，心是定的，现在的心是浮动的，这心浮气躁啊！不但他不能创造，他欣赏的能力都没有自自然然会上一些人去反问：人到这个世间来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啊，人变成到这个世间来毫无意义，毫无价值可言。 啊，那佛说的好，“人生愁业”，这一句话说的倒是很恰当。你过去是造的业报，你到这惆怅业报的。那业报呢？佛也讲的很明显，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来干这个的啊。 这没有必要啊！啊，恩是要报，怨一笔勾销好了，何必呢？讨债还债也不必了。啊，确实毫无意义。啊，难得你遇到圣贤教诲。啊。 在过去，这很平常的事情，这个语言太殊胜了。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无论哪个角落，你都会遇到圣贤教育，它普及了啊，但是现在没有了，断了，断层了，变成非常稀有啊。从前的佛法也是普遍的。 小村庄、小角落都有小庙，啊，现在没有了，都变成了奇货可居啊！遇到了太难得、太稀有了，啊，真遇到真明了，依教奉行，那这一次来到人家，这等。啊，那外缘呢？外缘好啊，为什么呢？逼着我们非干不可啊！如果外缘是个太平盛世啊，是个礼乐文化之邦，那你还舍不得离开了，你觉得这挺好的了。啊，那现在遇到多灾多难，赶快往生！啊，是好缘，逆增上缘。啊，从前还可以缓缓，有的是时间，慢慢来。现在没时间，来不及了，必须要万缘放下，要一心念佛啊！真的把我们心里头换一换，心里面拉杂东西全部把它清除，阿弥陀佛供进去啊！我们自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生我心，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良心作为外面的垃圾桶，外面人家不要的那些肮脏东西，你全都记在心上，你就变成外来的垃圾桶啊，装在这个错了啊，这大错特错啊！啊，这是个糊涂人呢，不是聪明人啊！啊，聪明人良心里头是佛，是菩萨，是圣贤。啊，这才叫洗除心垢啊！言行忠信者，言是言语，行是行为，啊，行动。前注曰：如言而行，如行而言，谓之忠信。啊，忠信是什么？表里相应的意思。啊，就是心跟口是一，不是二。我所说的一定做到，我做到的我可以说，我做不到的我不说。说到一定要做到，这叫忠信啊！啊，忠，你看这个字的意思，信，不偏不邪。这叫忠啊！啊，如果心偏了、邪了，啊，邪知邪见，忠就失掉了。啊，我们不要去问别人，最重要是先度自己。忠这个字，我有没有？如果我缺少了这个忠，啊，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们今天学佛了，明白了，赶紧回头，要把那个不字除掉。要学忠，学孝，学仁，学义。人格具足了，来生不是人生呐、啊，还要记住啊！佛菩萨是人做的呀、啊，圣贤是人做的呀、啊。什么是人呢？忠孝仁义是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他不是人。 他不能做圣做贤，他不能做佛做菩萨。啊，这个道理，这个事实，我们不能不搞清楚。啊，真搞清楚了，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啊？就从这地方学起。啊，不仁、不义、不忠、不孝。 都是心垢的心肮脏的啊！孝悌忠信、仁爱和平，这心地放光，那是心德啊！无常、四维八德是信德。 会放光的啊，他决定不会染污啊！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学，如言而行，如行而言表里相应，表是外表。 里是内心，内心跟外表是一致的啊！不自欺，不欺人啊！下面说居静淫意啊，静淫大师意思，表是讲言。 理是讲心啊，其俗云：言表心理，语不违心，故名相应。盖以心口如一，表里相应啊，是广其意，即引申来说，表是表现。 表现于外面的，这通通是表。啊，换一句话说，你的行住坐卧都是表，言谈举止通通是表。啊，表现在外面的。啊，我们讲表现在生活，表现在工作。 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啊，理是内心，内心是什么呢？内心是仁义礼智信，是礼义廉耻，是孝悌忠信，仁爱和平。 啊，这是中国千万年老祖宗留下来的教诲，全是信德了。这些东西自信里头的本能呐、啊，本有的啊，完全表现在生活上。 表演在外面，啊，内外一如啊，这叫相应，即是执行。大乘佛法里面讲菩提心，第一个讲执行，《起心论》就用这个名词。菩提心、直心、深心、大悲心，叫三心的，合起来叫菩提心的。直心是体，真心的。中国人讲本心本善，那个本性就是直心。尽民尽月，微末其尽，直心是道场。道场是什么意思？诸佛如来大道所在之处叫道场，孤身现行，行道之处称之为道场。这个行道，生活是行道啊。他在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叫道场。不一定是指什么寺庙庵堂，不是的。释迦牟尼佛在世，没有一栋建筑，所以佛的道场在哪里？他在哪里，那个地方就是道场。他在那里教化了，他在那里表演了，这言教的场所就是道场。这里说的更好，直心是道场。这个人如果是直心，直心就是表里一如，里外相应。心跟口是一，不是二。这就是道场。这个人所在之处，这个地方就是道场。所以这心是体，身心自受用。自受用叫法喜充满。孔子所说的不亦说乎，自受用学而时习之。他把圣贤东西学到了，实习这什么全落实了，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快乐不亦乐乎在佛法称为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待人接物一团欢喜，至真无妄诚意真心多快乐用诚意，用真心待一切人，待一切物，没有一丝毫虚伪，没有一丝毫是假的。你说他的生活多充实，他的生活多美满，他的生活才真正幸福。这个与地位、与金钱毫不相关地位很高，做到帝王，富有四海，他一点都不快乐。为什么？人家跟他往来全是虚情假意，啊，谁跟他是真心啊？啊，我们从历史上去看，有几个帝王是不亦乐乎、法喜充满，你找不到一个啊。 啊，这才晓得学之可贵。啊，夫子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之可贵呀、啊！啊，学与富贵不相干。啊，它可贵什么呢？它就法喜充满，哎，长存欢喜心。 啊，他一生真的快乐幸福。啊，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真的是令人羡慕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转向真迹。” 人能自度啊，转向真迹，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勤苦啊，精进勤苦，是须臾见耳啊，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苦，无复苦恼之患。 受千万劫，自在随意。前面两句，人能自度，才转向真迹。 也就是说，必须是你自度啊，你然后才能帮助别人。啊，你要不能自度，你就没有能力帮助别人。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上段，嫌生死轮回，忧苦不绝，劝令出离，是为厌离娑婆。啊，这一段呢，就劝求生净土，心求极乐啊！啊，这八个字。 厌离娑婆，心求极乐，是修净土人、求往生的人，他不能少的条件。啊，为什么？这个世界你不肯舍离，你怎么能往生？ 啊！你也想往生的，必须把这个世界全盘放下。啊，没有丝毫牵挂了。你才能平平安安、稳稳当当的到极乐世界去了。 有丝毫的牵挂，就去不了啊！啊，真想通了，真搞明白了，你才肯下定这个决心。为什么？娑婆世界住得很久啊，无量劫来都住在此地，一旦要走啊，好像真有难分难舍，有这个味道在啊！啊，所以你不是真搞清楚、真搞明白的时候，他舍不得。极乐世界是好，不错，阿弥陀佛也很尊重他。能不能在我再过几天再去吧？ 那这个念头一生，这一生的机缘就错过了。下一次再遇到，不知道是哪一生哪一劫了，太难讲了。所以要有真实智慧，要有高度的警觉。啊，我这一次遇到，我不会放过。 啊！我宁愿到极乐世界再回来，再回来是菩萨，不会迷惑了。你来往自在了，想来就来，想去就去。这个世间人做不到啊。 往生极乐世界就入了他的国籍了，拿他的护照啊，啊，遍法界、虚空界通行无阻。啊，我们娑婆世界的护照人家不承认了，哪里都去不了。啊，所以真想通了，是应当要去。 弥陀要解，以厌离娑婆，心求极乐为愿。啊，这个愿是什么呢？愿生净土。又以信愿持名为一成真言。 啊，我愿去，我怎么去呢？你看，信、愿、持名，你就去了了。啊，那么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就办这三种事情。啊，办这三种事情，一般讲在知识分子，读经重要。 一定要从读经下手啊！没有这个底子，这信愿不坚固啊！读呢，就读一部经《无量寿经》啊，或者是《阿弥陀经》。 啊，《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同本，一个叫大本，一个叫小本。啊，文字有多寡不一样，义理完全相同。啊，所以属于同步。 啊！但是《无量寿经》说的详细，《弥陀经》讲的简单。啊，详细有好处，帮助我们断一生信，坚定信愿，有这个好处。 读每一天要读经文，把读经文当做我们的必修的功课啊，就早晚课啊。弘一大师当年在世啊，他是个知识分子啊，他的早晚课啊，是念普贤菩萨心愿品啊，心愿品他能够背诵，可见他读得很勤，读得很时间很长啊，《无量寿经》这个汇集本出来，稀有难得。 啊，没有艰深的这些句子，读起来通畅啊，像是中国人写的文章一样。《无量寿经》原文都有难度的地方，这就翻得不理想啊。这汇集的好，把这些不好读的。 深色的地方啊，他都是不要了啊！这汇集的时候啊，把那些都除掉啊，取文词非常通畅的选出来，重新编成一个本子啊，这个对于。 末法9000年众生来讲，是大恩大德了啊！这个本子我们越念越欢喜啊！注解是帮助我们了解经文，帮助我们认识极乐世界。 认识阿弥陀佛啊，所以以读经为主，以研究经为辅助啊，宾主要认识清楚啊，目标只有一个，决定求生净土。 决定要见阿弥陀佛，这个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有疑惑，很可能堕边地遗尘。 啊，对自己造成障碍，啊，这个是不需要的。啊，所以信愿行、持名就是行，这三个条件呢，必须圆圆满满的具足，故知。 世尊劝喻啊，正是往生切要啊！啊，切是最重要的开始啊。断中人能自度，度自身也。成上文。 知苦厌离，习出心垢，表里相应，等闻而言，是自利也。啊，这些经文全是讲的自利。啊，用什么方法把我们这个心垢洗刷干净呢？就用念佛，不用别的。 啊，宗门大德所说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我们今天说“不怕念起”，啊，念是妄念，啊，只怕了念迟。第二个念是念佛，第一个念是烦恼，是习气，是妄念。第二个念是佛念，佛号要快，要立刻就能接上。那么这些都是属于自利。表里相应，这里头还有一层深的意思。我心里头是阿弥陀佛，外面全是阿弥陀佛。我看到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看到一切事物，统统是阿弥陀佛。你真成佛了？为什么？境随心转，心是阿弥陀佛，外头所有境界全是阿弥陀佛。心是善心，外面境界没有一样不善。心是恶行，外头境界没有一样不恶。一皆一切，一切皆一。这个道理，大乘经教讲的很多，特别是《华严经》。这不能不记住啊！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自然就落实了普贤十愿跟大乘菩萨的愿有什么不一样呢？用心不一样普贤菩萨的用心，心就是阿弥陀佛，就是我常讲的，把阿弥陀佛放心上，心是阿弥陀佛，那就是普贤菩萨。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本经第二品，德尊普贤。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修什么？修普贤行。普贤行的总纲领就是十大愿望，头一个礼敬诸佛，一切众生全是佛。只有我一个是凡夫，这叫普贤菩萨。其实，你心目当中一切众生皆都是佛，你自己已经成佛了。为什么还说唯我一人是凡夫？这就是戒引众生的，教化众生的。真正成佛，就降到最低下去。你看，把六道众生、恶道众生都提升，你们都是佛。沉浸千火。真落实了，这个戒引众生，身心言教我做出来给你看。让你看清楚了。听明白了，你细心去体会，你才能解如来真实义也。啊，做出来给别人看，实际上就是还原观的四德：唯一有责，那是度众生的。啊，转向真迹是利他，这是世尊开示的第二点。 啊，拯是拯救，为辗转救度于他身，是其众生无量誓愿度啊！啊，发此自觉觉他之大心，念佛名号，才其本经之宗。 啊，本经的宗是什么呢？就宗旨啊，就是下面这八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本经的宗旨啊。啊，既发大心，则应以 至诚之心，积累德本，以求得本愿之妙果。这一桩事情，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了。 世尊以真诚心49年的表演，表演什么？这四个字说得非常好：积累善本。 自己开悟之后，没有自己了，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啊，别人不知道，他自己清楚。菩萨不知道，一切诸佛如来清楚。 啊，为什么呢？入佛的境界了。佛的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境界就叫做大般涅槃。涅槃。 寂静啊！从涅槃寂静里面生出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呐、啊，这叫大乘啊！涅槃里头不生大慈大悲不生普度众生这个大愿，那不叫菩萨，那叫小乘。啊，生起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叫转小成大。 啊，小乘的涅槃清净寂灭，只断见思烦恼，尘沙没断，也就是他分别没断，起心动念没断啊，小乘涅槃，他的地位在哪里？在四圣法界最低的声闻啊，超越六道了。六道之外，声闻道、圆觉道啊，这两个都是小乘。菩提心没发啊，普度众生这个愿，大慈大悲没发出来啊。到什么时候才能发出呢？初住《华严经》原教初住啊，真的把起心动念放下了。起心动念就是根本无明啊，这一放下，十法界没有了。十法界是假的，一场梦啊，放下梦就醒过来了。醒过来是一真法界，是十宝庄严图啊。十宝庄严图里的位置最低的是粗性，可是粗性在我们六道里面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时候真的转小成大了啊！他有大慈大悲，他有普度众生的大愿，他有带众生苦的悲心啊，愿意表演示范。啊，为义有责，这就是表演做示范。啊，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表演了。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是示范的。他戒定慧圆满了。贪嗔痴早就熄灭了啊！舞台上表演给我们看的，这叫慈悲之气了啊！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人，即发大心，就应该用至诚心。啊，去表演积累善本。善本是什么呢？三恶五恶反过来就是善本。因为三恶五恶是恶本，所有一切恶业的根本。翻过来就是善本，不善不贪，不嗔不痴，啊，不慢不疑，世出世间所有的善法都从这生的。我们的心本来是干净的。本来是清净的，慧能大师说的很好，现在还是干净的，还是清净的，从来没有染污过。啊，好像是被染污了，其实没有。染污是谁呢？阿赖耶。阿赖耶被染污。被谁染污了？被摩那染污了。莫那不是个好东西。莫那叫染无益。啊，为什么染无益？因为它里头有贪嗔痴。啊，《唯识经论》里面说，四大烦恼常相随。啊，所以莫那识它的基础就是四大烦恼。啊，头一个是我见，莫那是我知，我见。 执着阿赖耶见分的一分，阿赖耶的见分无量无边呐、啊，无数无尽呐、啊，他执着一分，把这一分当作自己的心，这是妄心啊，这是烦恼的根。 从这个方起来说，我爱，你看有我了，我见了，这些产生我爱，我爱是贪，我痴，愚痴，我慢，慢是嗔恚，啊。 见爱痴慢，这四大烦恼常相随，不断。这个四大烦恼要是断掉了，没有了，转莫那为平等性质，这就是法身菩萨了。法身菩萨转80成4智。 超越十法界了，啊，不再住十法界里头了。我们晓得怎么转的，把这四样东西放下，啊，破身见，哦，真智慧呀！啊，《金刚经》。 虽然不长，它分前后两部分。前面是破思想，后面是破思见。破思想能脱离6道轮回，破思见才能超越10法界。 啊，《金刚经》后半部说的是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啊，四见破了。啊，四见破了，圆教初住菩萨。四相破了呢，小乘须陀洹。 开始破思想，啊，华严是大乘，实性位置里面的粗性位，他破烦恼等于小乘须陀洹，真的位不退呀，啊，三不退的第一个，他得到了。 绝对不会退转做凡夫，他是真正的佛弟子，不会读三恶道，也就是说，决定不会再搞贪嗔痴慢这个事情。那么世尊开始第2点呢？ 这就是拯救，啊，辗转救度于他身，世界众生无量誓愿度。发誓自觉觉他之大行，念佛名号，跟本经的宗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相应了。即发大心，一定要以至诚的心断恶修善，积累善本。对于善恶一定要认识清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绝对标准是与性德相应的叫善，与性德相违背的就是恶。古人对这个非常重视，现在人不懂啊。古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管他有没有念书，有没有这些知识，但是他懂这个道理，随顺自然。你看春天万物生长，随顺自然讲，爱惜万物，不可以伤害它，它在生长期，处处要爱护，处处要保护，不可以伤害，夏天成长，春生夏长夏天成长要好好照顾，秋天秋收了，有收成出来了，果实什么才可以采摘的。打猎，春天不打猎，为什么？动物都怀孕，你不能伤害它。捕鱼不能捕小鱼，小鱼像小孩一样，要帮助它成长，所以戒网，网的孔都很大，它能钻得出的，它钻到网外面去了，这都是很顺自然。用现在的话讲，他懂得环保啊，他绝对不会破坏自然生态他爱护它了。冬天是秋收的时候，收获。冬天寒冷来了，树叶都凋零了，应该收藏。冬天就人应该休息，像放假一样。农民一年忙碌，但是冬天他确实休假，假期很长，从腊月初八不就过年吗？过小年了，中国习俗，腊月初八。送灶神呐，腊八嘛，过年过到什么时候呢？2月2，你看腊月初八、正月初八、2月初八，差不多2个月。这2个月时间是休闲的，天寒地冻我不能工作，休闲要保养身体，学习，等于说补充能量。春天时候好工作。过年过到2月2，是龙抬头。现在人没有了。过年过节，恐怕都没有假期了。这就是破坏我们生态、自己生活这个常态环境，就破坏了。古人完全顺应大自然，所以它是健康的，它是幸福，它是快乐的。这种幸福快乐与贫富贵贱没关系。过年穷人也很快乐。富贵人自然会帮助贫穷人。知道吗？他修善积德的时候冬天大家都没有工作了，穷人生活就困难。富裕的人一定要帮助他。唯有积累善本，善本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加强努力去学《弟子规》，学《感应篇》，学《十善业》。这是普世根本的教育。所以农闲的时候，就这2个月的时间。这冬天。12月初8。到2月2这2个月，寺庙里面都在这个时候讲经。为什么这个时候工作量少了？有很多人到庙里面去挂单。在家居士可以，叫讨金单。这个庙里面讲《华严经》，他想来听经，就在那里住2-3个月，把这部经听完，来接受教育。儒家讲学，道家也讲道。这些道场里面，儒释道道场统统有活动。讲的内容不相同。你想学什么经典，你就打听哪一家是讲华严的，大概五台山都讲华严，天台山讲法华，讲这个体系。西安的慈恩寺那个地方是讲唯识，讲唯识见论的。终南山那个地方是讲戒律的。你想学什么东西，打听一下哪个道场去讲，你就到那里去住个2-3个月，好好去学习。儒释道统统讲。儒家有书院小型的就是私塾，多半利用祠堂开阔。道教有道观，统统都讲经教学。利用这个时候，以求得了本愿之妙果。这下面说善本同于善根胜漫经上曰：善本，本也因也，也是因。欲以此善呢为菩提根，故名为本。所以菩提根，菩提的本是什么？纯善纯净。菩提是智慧，菩提是觉悟。心不清净，不会觉悟。清净心是开悟的根本。所以，佛家的开悟是修定，修定一定要持戒。戒不清净，不会得定。没有定，哪来的智慧？所以戒定慧三学称之为三无漏学。学佛终极的目标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你就超越十法界了。不是修净土的，多半都到华藏世界去了。毗卢遮那佛的宝土，十宝庄严土。学佛的人呢，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十宝土去了。这个是修学真正的成就。下面有会所曰：求愿，这个愿就是愿往生行也。你真有求往生的一颗心善本通明诸善，别只称名念佛。慧疏这一句讲得好啊！念佛是大善念佛是善中之善没有比念佛更善的。因称名念佛，正是往生极乐之善本。积累善本呢，正是一向专念。一向专念就是积累善本，积累善本就是一向专念。以下，世尊重宣极乐之圣妙，极乐世界的殊胜微妙，十方诸佛宣说不尽目的欲劝求生。佛在那里劝导我们要求生净土，你就对了。需多长的时间呢？很短，念老在此地为我们说出来，佛经上的讲的序，现在的48分钟，所以片刻。说明这时间不长。佛悯世人，一世勤苦犹如片刻。我们在这个世界，这是真正要知道的。纵然你能够活到100岁，实实在在讲，也是真的一刹那。年轻的人感触还没有这么敏锐，像我这个年龄感触就非常敏锐。我们这一生过来了80多年，从小看到军阀割据、中日战争。中日战争，我才10几岁。抗战爆发了1年，我11岁。8年抗战结束，我19岁。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几十年这叫一弹指。如果不遇到佛法，这一生空过了，过到没有价值，毫无意义。我是26岁遇到佛法，那个时候非常感叹，为什么不早10年遇到？26岁才遇到。大概将近40岁的时候，才真正相信净土，接受这个法门，不容易，非常非常不容易。你要问什么原因呢？实在讲，讲净土的人是不少，深度不够。没有把它讲清楚、讲明白。我们听得好像不痛不痒，就对它不发生兴趣了。真正能把它讲透，没听说过。佛说这个法门叫难行之法，我体会得很深了，真难行呐！这不是假的，真难行呐！所以佛这几句话，我们体会是指很深很深的意思。一世勤苦，犹如片刻。这讲勤苦，勤奋修行。修行是苦事，但是时间短，不长。后生极乐，其乐无有穷尽呐。你讲的生到极乐世界，苦就没有了，真的离苦。那么在这个世界，这短暂时间的苦你不想吃，你后头有大苦，你后面那个苦生生世世全是苦，你要晓得这桩事情，你就会拼命干了。 长痛不如短痛啊！我现在把这点苦吃尽了，苦就没有了；生极乐世界，苦就没有了。极乐世界妙乐无边，超于十方，无有终止，故曰无极。极乐。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跟苦这个字永远告别了。真正断干净了。那么这几年的苦该不该吃呢？这几年的苦，把你无量劫来。 累积的这些苦的因，统统把它吃尽了，以后再没有了。应该做的呀，修行苦啊。 从读诵下手，先读经。古人又说，能够有3个月到半年，你就尝到乏味了。苦尽甘来。 发微顺，欢喜心升起来了。孔颜之乐出现了。孔子颜回的乐趣，那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出现这个境界，再提升佛菩萨的境界，法喜充满。 长生欢喜心呐，真的是看破放下了。如天台、沙门忍空止，劝心往生论。 忍空法师。 有这么一部书，里面说：“今生荣华，一气之成，皆苦果于一界。”我们这一生荣华富贵，在这一生当中，荣华富贵这头有没有造业？ 你想想看，荣华富贵里头有没有贪嗔痴慢？贪嗔痴慢就是造的苦因，将来结苦果。苦果要想多久呢？要想一劫。业识所造的这些业。 要苦一劫，现世勤修须弥之间，开觉瑞于三明。现在我们认真努力去修行，修多久呢？修的时间不长数十寒暑。 将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开觉瑞于三明。这个瑞是花瑞，花的中心叫瑞。三明就是六通啊。三明六通是讲的果德了。底下说盖因小果大，受报时长，凡得往生者，经云永拔生死之苦啊，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意。这是我们应当要汲取的，要下决心，我们要真干。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